今天下午1:42，45路公交车和一辆油罐车相撞，当时车辆均无人生还。你是怎么知道车上有炸弹的？您自己说的，你肯定不会记得，因为我们是在循环里见的。为什么要出警啊，老张？小雨，你醒醒！如果这真的是最后一次循环，那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承担。我们不是凶手。那没有时间了。下车也没有爆炸，循环解除了。